阿庸，阿庸，阿庸！阿庸，伽罗他们出京城不到30里地就遭毒手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就担心宇文护不会善罢甘休，已经增派府兵保护他们的安全了，怎么还会出事？为何没有人来报啊？我和我父亲还有隋国公，今日在宫中被宇文护一党的皇慧等人借口拖住，他们早有预谋啊！最后还是天王出面解围，我去晚了一步，独孤一家今遭毒手，伽罗呢？ 伽罗怎么样？我感到之时已经遍地鲜血，还有什么？你说呀！还有伽罗的墓。阿庸，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伽罗怎么会死？给我备马！给我备马！ 独孤伽罗就这么死了？伽罗，伽罗，伽罗！ 冷静点，阿庸，阿庸，疯了！伽罗是怎么你都不让他安生？如果伽罗没死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如果他没死，他为什么不来找我们？我们即便再不相信，伽罗他已经死了，独孤一家全都死了。我知道他今日流放，可我不敢去送他。 不敢看他走，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，会做出什么事来，却反而害了他和他的家人。没想到，京城有变。我们本想进宫再求天王的，我也没想到，再也见不到伽罗。 整整2日没出来了，只是叫人送了很多酒进去，他这样下去身体都会垮的。阿庸，阿庸，阿庸，最难过的是，不是失去最爱的人，而是太爱一个人，而是去自我。阿庸，死者已矣，活着的人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啊。如果你已经生无可恋，那我不会强迫你。 但若是这世上还有你关心的人和事，你必须要振作起来啊！阿庸，怎么样了？阿庸，那晚我就告诉你，让你坚强点。我们还要为伽罗报仇啊！没想到你回来以后就知道醉生梦死，你这是要随他而去吗？阿庸，阿庸！ 你现在这样，有脸见他吗？阿庸，你清醒点吧。阿庸，如果伽罗泉下有知，他看到你这样，他也会不安啊。阿庸，阿庸，让伽罗不安，我们还要替伽罗报仇。你先保重好你自己，再图其他吧。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 做事也要量力而行啊！只有你们有了实力，才能去保护想要守护之人呢。千雪，去陪郎主沐浴更衣。
哎，不用，我来吧。是。独孤伽罗，你就此安息吧。因为你，我也曾长夜痛哭过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因为陪他走到最后的人终究是我。